阿 Sika 做紧咩啊？你嚟到就啱啦。你估下呢个系咩字嚟嘅？字嚟嘅咩？字嚟噶。估唔到。其实佢系一个象字啊。大家睇下呢度有个象眼啦，即系个象耳仔啦，然后一个象鼻，会咁样掉落去啦，同埋嗰个。哦，呢边先系个象鼻啊，原来。哦，我头尾都调转咗添，唔好意思，睇落似象形文字多啲。唔緊要嘅，其實我咁樣畫都係想迎合翻今日我哋傾嘅主題啊。咁係啲乜嘢咧？我哋陣間開股啊！乜嘢？反象叫咯，反象叫。Hello， 大家好，我是威雄，我是一名设计师，音乐是我设计工作范围之一，唱片专辑设计啊，演唱会 poster、MV 字体设计，总之关音乐上的设计我都会做。我哋平时听歌或者睇 MV 嘅时候，除咗听首歌之外，我哋都会留意到个 cover 咧，永远都系有一啲好有特色啦，同埋好靓嘅字体。但到底呢啲字体系点样诞生出嚟嘅呢？我哋就今日要向威雄请教一下。Hello， 我系威雄。威雄啊，我会形容为啊，即系能够将呢一个字体设计咧，即系做到个名堂出嚟咧，即系。我第一個一定係諗起威雄你噶啦，多謝文字魔法師。多謝多謝。我哋亦都間接合作過好多次啦。係啊係啊，都有李田嘅詞，然後有啲 MV 嘅字體設計，我都會有份參與。係啊，我已經開始直頭認得邊啲人哋嘅作品啦。嗱靚咁啊靚，但係好空泛嘅啫。我會咁樣形容就係，即係你做個字體設計咧，你真係好交代到個歌嘅氣氛啦、情緒啦。跟住然之後，甚至乎嗰個記憶點啊，即係你嘅設計總會令到人哋留低一個記憶點喎，因為字本身就係字嚟嘅啫嘛。係係係。好，其實咧頭先講就係喺字體設計上咧都有啲基本，即係可能美感上嘅準則啦，例如一啲視覺平衡啊，或者啲大小粗幼啊，筆畫粗幼啊，比例上嘅東西。咁但係你講到頭先嗰記憶點依樣嘢咧，就係好視乎首歌啦。其實我諗一個字體設計嘅時候咧，通常都會有幾樣嘢幫助去創作或者設計嘅，就係可能一首歌好完整咁樣去感受佢嘅故事講啲咩，或者睇下啲歌詞裡面會寫啲咩內容啦。咁再縮窄啲嘅範圍就係可能某一段嘅歌詞就係表達緊啲咩場景或者氣氛咁樣，再縮細啲咧就係可能係一句嘅説話，又或者一個 MV 嘅畫面，都會 inspire 到我去創作嗰隻字究竟會係點樣做。但係除咗即係自己去喺首歌度 inspire 嘅時候，去整一個文字設計，其實使唔使同歌手或者公司去 brief 咁樣？當然最完整或者最好嘅就梗係大家有溝通去創作呢個字體設計啦。咁但係好多時間上係未必容許到，因為好多時都係大部分都係 MV 導演會揾我去處理字體啦。咁但係通常個時間就會好短好少，因為大家可能拍個 MV 都可能得幾日嘅，跟住然後之後一個禮拜就出街咁樣，咁所以可能變相咗就好少時間去傾咯。咁我又覺得其實創作呢樣嘢最珍貴就係自由咯，就係你睇一件事可以有唔同睇法，我睇一件事有唔同睇法咯。咁然後大家困埋一齊就係變咗一個化學作用，令到件事再豐富啲或者完整啲咁。咁頭先你提到呢一個創作自由啊，咁我哋擁有創作自由嘅時候，梗係開心啦。但會唔會有時即係你嘅創作自由會即係被合作單位不斷咁樣去剝奪嘅咧？即係譬如係咁叫你改啊？剝奪又太誇張，但係
改就一定會有情況會改㗎啦，即係因為始終大家可能都睇件事或者睇個字都有唔同嘅睇法，可能哇誒點解你偷咗一筆一筆畫㗎？咁可能影響個閱讀性喎，咁樣咁可能會執著呢啲位咯。但係會唔會好影響或者干預我嘅創作就好少可咯。係啊，因為你唔單止做字體設計㗎嘛，你仲有做其他嘅設計，可能幫 corporate 啦，做一啲 creative direction 啊嘅東西。咁嗰啲叫你改就係因為嗰啲客咧，一來，二來就係佢哋係俾緊一啲商業嘅金額嚟嘅。係。咁然之後咧，即係做音樂嘅字體設計嘅時候咧，通常嗰啲就唔係俾商業嘅金額嘅，係俾翻音樂嘅金額嚟嘅。真嘢唔好講。唔係，我又覺得音樂呢個範疇其實都係嗰句，我覺得係自由度大啲嘅。咁帶俾你嘅滿足感我。或者是不是其他東西可以俾到你咯？我覺得係啊。我又想問一下咧，你去做一個歌一個單曲嘅嗰啲叫咩？單曲封面啊，即係你做單曲封面嗰個字體係啦 ，cover 嗰個字體設計嘅時候咧，你係咪一定係有得聽咗只歌先嘅？係噶。有冇試過極端嘅情況就係、是、喂唔得，只歌都未做起啊？即係仲錄緊嘅，但係因為真係太趕啦，即係我哋都知啊，一定有呢啲情況㗎啦，係咪先？我印象中係未遇過嘅，即係最急最急咧，我都扯到去，即係攞到嗰一刻為止先起手做嘅。OK， 係啊，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呢啲情況咧，其實可能要睇歌詞啊，或者聽住個 demo， 係啦 ，demo 又好，或者哦，原來拍咗個 MV 嘅，咁啊睇下啲畫面都好啊，即係係咯，我諗點都要有少少嘢先可以牽動到你去創作嗰隻字咯。如果唔係漫無目的咁做嗰隻字出嚟，其實可能完全唔關你首歌事，或者啲歌詞完全即係同你個字體冇拉楞咁樣。嗱，頭先你提過咧，通常都係 MV 導演去揾你做呢個字體設計噶嘛？係啊，係啊。咁即係你喺做設計嘅時候，你會唔會都希望可以同歌手啊，或者寫呢一首歌嘅人，即係作曲又好，填詞又好，即係同佢哋溝通一下，了解多啲嘅咧？嗱，坦白講，我哋大家間接合作過好多次，但其實我哋冇試過喺工作上面有個討論噶嘛。係啊，係啊。其實我覺得係需要。頭先講就係雖然。創作是大家有自由啦，即係大家睇嗰件事可以有唔同睇法啦。但係我都覺得，如果想件事或者首歌啊，個音樂係用設計完整地表達得好啲咧，我覺得係大家係起碼填詞人都需要溝通一下咯，因為某程度填詞人係講緊故事啊嘛，講緊呢首歌嘅故事啊嘛。咁我覺得呢個故事。是緊要過好多畫面上的嘢嘅，係啊，我其實我期待有呢一刻㗎，即係我都期待㗎，係啊，即係大家會屬於大家啲咯，件事唔係咁各自咯。真嘅，即係如果你有呢一個興趣想溝通咧，我相信我或者其他好多嘅作曲填詞人咧，佢哋一定歡迎嘅。我認識有個朋友咧，佢係好肯溝通嘅。咁佢除咗係歌手咧，佢自己都有填過下詞嘅。咁我覺得你都可以好歡迎，即係我諗佢都好願意同你去合作。佢個名字就係叫做薛卡咁樣咯。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如果薛卡想揾你。鋪價其實一般的文字收費、文字設計收費係幾多少？我又咁講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諗早十年或者早十幾年咧，我做字體設計大部分都是拍膊頭嘅，因為嗰陣咧大家未係好知道字體設計或者美術字呢樣嘢係咩，或者間字咯，我哋行內叫間字，係咩一回事？大家可能覺得哦。你歌名你咪電腦打出嚟咯，即係我要俾嚿錢你做啊？佢以為你係揀font嘅啫，係啦係啦，揀嘅font式未出咯，做咩要俾你？但係正正就係好多人唔明哦，原來字體設計或者美術字依樣嘢哦，原來每筆每目每一畫都真係畫出嚟或者tailor-made出嚟嘅，
咁大家嗰陣時係冇呢個mindset噶嘛，咁所以就好多時都係唔理做咗出嚟先，即係同導演夾咗做咗出嚟先，佢 buy 嘅就用，唔 buy 嘅用翻自款。咁嗰一段時間就好，亦都幾艱辛啊！即係大家哦，起碼你而家講出嚟，大家都知道係咩一回事啊！嗰陣時係仲要去解釋或者要講解哦，我點解要咁樣做啊？咁樣做啊？咁其實係幾辛苦嘅嗰段路行得。威雄，好彩你有堅持到咋，即係嗰段艱辛嘅日子。想走㗎啦！好彩你唔怕蝕底咋，即係而家你證明咗啦，就係其實字體設計。在即音樂推廣啊嘅層面上面，其實係即係佔住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想喊添，可以喊㗎，想喊。係啊，但係真係好重要，係。Hello， 我哋今日有 Fiona 黃淑曼同埋填詞人姜嶺樂上嚟同我哋傾偈。咁呢一隻歌係好似同一個微電影有啲關係嘅喎。係啊，其實呢首歌嘅誕生係因為有個微電影，咁個微電影其實就叫《心房》啦，英文名就叫《I Am Not Alone》嘅。咁其實個微電影係一個比較懸疑少少嘅一個電影嚟，即係恐怖嘅，就係講有個女仔。即係女主角其實都是我本人啦，咁就失戀，咁然後失戀之後咧就經歷一個我會形容佢係一個 depression 嘅過程啦，咁然後喺嗰個過程入邊咧，佢就成日聽到有啲上下左右嗰啲鄰居啊好嘈啊，咁但係投訴又冇用啦，咁直到有一日就即係個女仔已經好癲㗎啦，好唔開心，好頹廢咁樣，直到有一日咧就有一個鄰居佢會突然間 airdrop 啲嘢俾佢啊，突然間會提佢啊，你不如睇下出面啦，飲下咖啡啦。咁就慢慢令個女仔變得更好嘅時候，個女仔就開始想知道究竟個鄰居係邊個啦。咁其實 at the end 係個女仔本人嚟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自我療愈嘅故事咯。係啦，咁就係 based on 呢個微電影。咁嗰陣時即係接拍呢一套微電影嘅時候，已經知道要做隻歌㗎啦。係。係啦，因為其實呢個微電影係一個要有一首主題曲for呢個微電影，咁當時就即刻就好開心啦，因為我好耐冇出過 solo 歌啦，咁因為呢個 project 就有機會可以出到一首 solo 歌嘅時候係好開心咯。然之後就諗邊個寫歌，咁就即刻揾 Shoemaker 同你一齊寫。係啊，其實我一路同 Shoemaker 都係 friend 嘅，咁我就覺得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音樂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要合作嘅話，做一首新嘅歌，不如試下同 Shoemaker 一齊合作啦，咁樣，咁就喺五分鐘之內決定曬所有嘢。哦，我以為五分鐘之內就已經寫好咗，冇咁傾，係啊。OK， 咁呢個歌就你同 Shoemaker 一齊寫啦，咁幾時就去到姜嶺樂嘅部分呢？你幾時收到呢個電話㗎？係幾時啊？我想應該是作完曲之後就已經即刻聯絡咗你噶啦。係啦，一嚟我已經收到曲噶啦。跟住就收到劇本。我係啦，我係冇得睇畫面嘅，即係睇住啲劇本嚟寫。睇住字。係啊，係。喺網絡上面見到嘅姜嶺樂咧，即係佢係有一個好詩諧有趣嘅形象噶嘛。咁所以我更好奇咧，呢一個歌《I Am All Alone》，其實裏面係。即係都一本正經，同埋好多內心戲嘅。我成日好好奇，究竟寫呢一個歌詞呢一面嘅你係點嘅咧？你成日都係我好正經，我私底下其實我唔信係咩？你我好正，我依家都好正經，感受到。但我哋喺嗰個訪問稿嗰度咧，有條問題啊，嗱唔係我問啊，即係 writer 問嘅，真係稿寫 writer 問嘅，就係話呢一個歌啊，係咪根據你嘅個人嘅感情經歷而去創作嘅？邊有咁精彩啊！我嘅感情經歷唔係唔關事，唔關事。我係代入個角色去寫嘅。我唔信。邊度會經歷呢啲？緊張啊！我嗰啲好平靜噶，我嗰啲感情係好嚟好去，唔會有呢啲咁高低起伏嘅。但我知道
即係當初拍呢個微電影嘅時候，係特登有揾邵美君老師去上堂。係啊係啊，我係第一次上 acting class 嘅，咁但係都因為時間所限咧，因為我哋嗰陣都好急，所以我就係上咗兩堂，但係呢兩堂咧係 private class 嚟嘅，令到我就好大壓力啦，因為一對一啊嘛，同埋對我嚟講咧，佢唔係淨係一個 acting class 咯，佢好似一個心靈療愈嘅課堂啦，因為邵美君老師真係好勁，佢係教我，我將佢形容潘朵拉嘅盒子啦，咁我就佢將我困喺呢個盒入邊，咁然後喺個盒入邊咧，我就要有好多唔同嘅幻想，要有一個 imagination 嘅自己，然後點樣去面對自己啊？咁我覺得好神奇嘅一個位就係我 imagination 入邊嘅自己係唔肯同我對望嘅，咁所以其實就變到令到我覺得有一刻我真係好似個微電影入邊嗰個女主角。因為點解我即係講翻嗰個微電影入邊個女主角點解佢失戀之後會咁開心，就係因為佢好冇自我價值，即係佢好需要靠人哋俾佢嘅嘢，或者對方即係佢伴侶啊俾佢嘅某一啲嘢，先至可以感受到被愛，而唔識得自己去愛自己。咁我就係喺嗰個 situation 入邊，就係我發現我都好靠人哋俾我嘅評論啊，或者俾我嘅一啲 energy， 我先令到我會感受被愛咯，咁所以原來我都係一個好冇自我價值嘅人，都係因為呢個 acting class 我先知道。咁上完嗰個 acting class 咧，我係經歷咗我咁大個女第一次嘅情緒崩潰啦，係真係爆喊啦，喊到係即係原來一個人唔開心到一個極點啦，發泄完個情緒咧係會想嘔嘅喎，即係會頭痛啊，會心噏啊，即係會有呢情緒。咁亦都係我第一次 feel 到呢個情緒咯。咁所以完咗個 acting class 之後咧，我覺得我係學識咗點樣去適當咁抒發自己嘅情緒咯。好嘅，其實嗰個係一個 detox 嘅過程嚟嘅。係啊，我覺得。咁你覺得上完呢個 acting class 之後，對於唱歌？演繹啊，有冇新嘅理解咧？其實都有噶，因為呢首歌都係一首我自己形容佢比較 ballad 啲嘅一首歌，佢同我以前嘅曲風咧係好唔似嘅，但係亦都唔係話我完全唔會唱呢一類型嘅歌，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係聽我係聽比較歐美啲嘅嗰邊嘅歌，即係我細個係聽 Kelly Clarkson 啊，即係都係唱翻類似嘅歌咁。Because 係啊，呢個我係比賽歌嚟嘅，細個參加比賽嘅比賽歌嚟，咁所以又唔會話去到真係我完全冇接觸過呢類型嘅歌曲嘅，咁其實只不過係我將我細個唱開嘅嗰個類型變成廣東歌咯，都好好啊！即係一個 acting class 或者呢個微電影嘅機會，令到自己一個機會同自己傾翻偈啦，亦都有一個機會可以有自己嘅歌。咁不如我哋而家都一齊感受一下 Fiona 或者微電影角色嘅內心世界啦！心的感觉配合着寂寞，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过？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我还悼念着往日时光。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